前段时间被任敏水下跳舞的视频刷屏了，不少网友纷纷留言，想不到任敏不光演戏好，就连跳舞也十分优异。任敏自出道以来塑造了很多经典角色，像《悲伤逆流》《成河》中的易遥，《清平乐》中的灰柔公主等等，这些角色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今年任敏手握四部待播新剧即将来袭，分别搭档肖战、王大陆、王源、丁禹兮四位顶流小生，一起来看看吧。玉骨遥搭档肖战，这是一部古装奇幻爱情题材的作品，改编自人气小说《朱颜》，讲述的是空桑世子与赤足郡主朱颜师徒相恋的故事。任敏饰演朱颜，肖战饰演石影，两人 CP 感十足，甚是登对。除此之外，还有王楚然、方逸伦、韩栋、王子奇等几位高颜值年轻演员前来助阵，热度空前绝后，有望在九月播出，敬请期待吧。五行世家搭档王大陆，这是一部民国冒险盗墓题材的作品，又名《五大贼王》，讲述的是军阀割据的民国初年，以五行世家为首的中原武林为保护神秘宝物玉胎珠而历经一系列难关，最终成功保护国宝的故事。此剧由巨星茂导演执导，任敏、王大陆领衔主演，同时还有赵华为、王秀竹、邢明山、黄海冰等实力派演员的加盟，众星云集，不容错过。灿烂灿烂，任敏、王源、郭京飞主演，三位演员同框飙戏，瞬间梦回那个青涩懵懂的青春岁月。大理寺少卿游搭档丁禹兮，任敏搭档丁禹兮，同时还有周琦、丁嘉文、张毅聪、冯满等众星云集，真人集结，热血来袭，期待播出。除了以上提到的四部待播剧之外，还有《七四九局》《群星闪耀时》《欢颜》等剧也在筹备中，大家最期待哪一部呢？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吧。